留恋的雪萍，谢谢，谢谢维尼兄的雪萍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哦，谢谢维尼兄的电视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礼物，哇哦！哎，我觉得二十三号要凉呀，我们半杯。难办呀，万一成不了。后面还有个机器人，刚刚后面还有个电脑人跑过去了，那个电脑人杀了。加六，应该还有人吧？
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脑人。突然
然出现在我面前而已，剩下的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不要慌。哇，我真被吓到了！我当时怎么想的呢？当时我还在抱怨这个飞机好吵啊！我真的在抱怨这个飞机。我当时准备说，哇，好烦，这个飞机真吵。然后就突然出现了，我的心就跳了一下，心脏都跳了一下。四号，你们那边有人吗？没有了。包，我知道那个包。先不管了，我们先去找人啊。你要过来吗？嗯，杀完了我就不过去了。你要跟我一起去找人杀吗？对呀、啊。还有人过来，有人过来了。我来了，小心点。完了，我又要重新投屏了。谢谢。一号保护我。二号还没走吗？我还以为丢丢了呢。对呀、啊，他刚刚有发消息，他打住了，好像不能开麦聊了。我们去找跟队友会合。这里还算蛮近的。认识我？你认识我？我们走 P 城逛一下，这小哥 P 城出来的，但我不知道。养狗吗？一号。我不养狗啊。你为什么说他是？这我不要告诉我四号小哥他没说。哇，我这里有人。前面有辆摩托车，别走呀，摩托车。一号，你是主播吗？对。有人，前面有人。那你是应该离开了。然后我们去买东西，我也经常玩。
经常玩，你也经常玩，我也经常玩。你平常什么时候玩啊？晚上玩的多一点。你一般晚上几点钟玩啊？就这会在这边。就这个时间。哎，空投空投，你为什么会这个点玩啊？来上车上车上车，你不点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个点玩啊？店玩比较安静啊，比较好玩。是他喽，小哥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的想法。救一下我！哇，好强啊，小哥！简直是我的偶像，男神！不好意思，我卡了，我卡了，真的。他为什么打我呀？能听到吗？被剪了，我们走吧。
狗杂，狗杂，哦，哦哦哦，记起来了，我第一个打死的有狗杂，哎呀，小哥，你刚刚有把那个狗杂捡起来吗？没捡，我忘了。哎，这还是天命圈。我们车没油了，我天！哎，为什么？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救了。是纯主播吗？你是靠这个、哦，你是靠这个吃饭的吗？纯主播吗？哦，就是说我是不是全职主播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我是全职主播。好吧。你以为我是爱好，就是偶尔直播一下子吗？现在人不都爱玩这个吗？都流行这样吗？传开一下，我忘了。大家有传票的可以上下传。谢谢土黑的666个三级头，谢谢。不是纯主播，他都啊，还是要靠辅助来玩。我是二级操作，你呢，小哥哥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谢谢大家的订阅，谢谢。二楼有二级头，不要二级头。不用了，这么大的车没有人了。哎，有车来了，好，我们大菠萝开始了，飞了。我这边有车来了，幺三五一，他还有反击去了，我等不住了呀。120车的旁边。哦，看到了，这里前方有敌人。41秒跑了。哎，怎么我一回头就跑了。什么鬼，我一回头就跑。
我们打个赌，你说我再回头，他后面又开始跑了。这个人必死无疑。你要怎么跑？我要车呗。记得来虎牙给我点个订阅哟，小哥，烤羊腿，叫烤羊腿，别忘记了。我点错了，谢谢大家订阅，谢谢。能不能回个吃鸡？能伤害我处。